习武强中强，圆梦练兵场，数十场比拼，精彩纷呈，激烈对抗，上百名选手闯关夺爱，奋勇争先。今年获得终极英雄的11支参赛队，10名个人各显实力，力战突围。让我们记住这21个入围的参赛队和个人吧。能说能走，自得其意，加油！他们是1号候选人，抗美援朝神勇汽车兵的传人，尽显神龙尖兵风采的姚超。2号候选人，巾帼不让须眉，在后勤仓储专业这个特殊岗位练就特殊本领的叉车霸王花周文。3号候选人，凭借一身硬功夫赢得高空骑兵美誉的杨安宁。4号候选队，驾驭装甲战车冲破层层险阻，争做铁甲先锋的绿队。5号候选队，常年身处深山密林的武警战士，开启黄金之门的金牌钻手，比武竞技勇夺冠军的黄队。6号候选队，他们的坐骑是新型轮式战车，他们的追求是圆梦练兵场，摸爬滚打锻造猛虎劲旅，大展铁拳雄风的绿队。7号候选人，体能技能全都过硬，技术战术样样精通，来自武警某部的精武英雄显东。8号候选队，无愧苍穹利剑，敢于震慑天狼，从防空导弹部队走来的蓝队。9号候选人，凌空飞将，浑身是胆，堪比雷神，空降特战勇士的优秀代表方斌。10号候选人，驻守在千里边防，练兵于林海雪原，长白山脚下的雪原骑兵王喜鹏。11号候选队，血脉传承，永续光荣传统，铁军争霸，自有后来英雄，来自叶挺独立团的蓝队。12号候选队，凭借过硬防化技能，展现真毒喜消威力，燕山脚下的降魔勇士，防化专业比拼的终极英雄蓝队。13号候选人，超级训导员与无言战友共同奋战，在人犬合一的特殊较量中夺冠争霸的魏玉磊。14号候选人，从雪域高原的藏族小伙，到武艺超群的优秀士兵，来自猛虎师的土登。15号候选人，训练场上敢打硬拼，比武场中志在必得，海防线上的精兵邹万强。16号候选队，比出战争之神的雄风豪气，赛出全能炮兵的神勇强攻，在猛虎师炮兵团一路奋战脱颖而出的黄队。17号候选队，肩负白衣天使的光荣使命，具备救死扶伤的过硬素质，历经极难险重磨砺的西南医院蓝队。18号候选队，切割汗毛，起吊救援，在复杂救援科目比拼中连闯3关，一路领先的红队。19号候选队，经过准细明快的基础检验，通过营养配餐的专业考核，接受饮食保障的实战考验，最终获胜的终极红管家组合红队。20号候选队，号称丛林野驴，志在挑战自我，多重险关突破极限，奋勇拼搏，以高胆大的特战勇士黄队。21号候选队，技能精湛的装甲保姆，战车抢修的技术精英，身怀绝技的保障尖兵，来自万岁军的黄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谁是终极英雄》2014年的精彩回顾，我是李彦军。
在这一年中，我们的摄制组来到驻守在祖国各地的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记录下了一场又一场精彩激烈的比武竞赛，展现出全军官兵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之要，苦练过硬本领，提高能力素质的昂扬斗志和精神风貌。为了在年底组织2014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评选，我们推出了21支候选队和个人，并把他们都进行了编号，从中将产生我们2014年度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由您投票决定，您支持哪支候选队和个人，就把他的编号以信件的形式邮寄给我们。如果您支持的终极英雄与最终的投票结果一致，我们将从中抽取五名幸运观众，并为您送上精美奖品。首先，我们带您回顾一下神龙尖兵的比赛。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叫《神龙车队》，表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神勇的汽车兵，而参加这一次终极英雄比赛的队员就是这支英雄汽车部队的传人。尽管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所驾驶的汽车也从小嘎斯变成了平头柴，但是那种千难万险无阻挡的过硬作风却仍然在这支部队中传承和发展。在比赛现场，我亲眼看到参赛队员们驾驶汽车穿越各种障碍物，精准到位。在比赛科目中，为了增加难度，设置了不少险关难题，比如在车前挂上水桶，车顶放上篮球，车辙桥旁摆上一排矿泉水瓶等等。可参赛队员们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奋勇闯关，连我这个开了十几年车的老驾驶员都深感佩服。强中自有强中手，最后获胜的就是我们的一号候选人姚超。我叫姚超，今年已从军16年，是部队这座大熔炉把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军人。16年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年也许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我很珍惜在部队的时光，更憧憬未来的军旅生涯。今年不管是走是留，我都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次终极英雄的夺冠赛中，争取有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终极英雄，我来了。首先开始第一关第一个科目的比赛，姚超是第四个出场。姚超一开始就是夺冠呼声最高的，戴着眼镜略显斯文的他却是全营公认的驾驶高手，但从车辆起步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操作要比前几位选手稳当得多，特别是在定位停车之后，姚超车前的水桶尽管一直都在摇摇晃晃，但是洒出的水并不太多。等到了 N 字路前进后退，这本是姚超的强项，可偏偏就出了点小状况。面对这个失误，姚超还是很淡定的。从表面上看，今天的驾驶比赛似乎没有特别强烈的对抗性，其实对每一名参赛选手来讲，早已经展开了内心的较量。车前挂水桶，车顶顶篮球，通过之字路定位停车， N 字路前进后倒，再过双边桥，四个科目一气呵成。这里拼的不仅是速度，更强调的是驾驶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谁能始终保持稳定的心态，谁就能在这个平稳驾驶比赛中力拔头筹。直到姚超驾车冲过双边桥后，对今天自己的参赛状态还是挺满意的。现在进行倒车击靶，比赛开始。紧接着是第一关第二个科目的比赛。因为就是第一个科目完成的比较顺利，比较漂亮，自己在心理上还是能轻松一些。轻松的心态，一丝不苟的操作，在如此激烈的对抗较量中，姚超还能有这样的竞技状态，难怪他能首发命中。首战告捷，姚超斗志倍增。紧接着第二个气球也应声而破，如此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姚超倒车击靶可谓又快又准，由于在第二个科目中的优秀表现，姚超顺利进入了第二关的比赛。现在进行道路记忆，比赛开始。左一限速40标志，
右一，禁止车辆停放标志；右二，禁止机动车通行标志；左二，连续转弯标志；左三，注意信号灯标志；右三，停车检查标志；左四，事故易发标志；右四，人行横道标志；左五，允许鸣笛标志；右五，环岛标志；右六，村庄标志；左六，停车让行标志；右七，掉头标志。随着比赛的进展，参赛选手越来越少，比赛难度却越来越高，不仅要考技能，还要考心智。下面对道路记忆进行提问，下面请八号选手回答。左侧第二个标志是什么？右侧第一个标志是什么？禁止通行。左侧第三个标志是什么？红绿灯。右侧第四个标志是什么？人行横道。右侧第七个标志是什么？掉头。这个环节姚超五道题答对了三个，让我们看看他在第二关第二个科目中的表现。这一关难点很多，一是障碍物比较密集，二是机器猫等电子移动障碍物形体较小，并且行动敏捷，稍不小心就会出现碾压的事故。我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个遥控车在我的右边在穿行，就是在路面上穿行，走到离它有三四米的时候，就他就冲着我车就是过来了。相比之下，参赛队员们所驾驶的车辆重心大，车身宽，速度快，对于他们来说，正确预计前方密集障碍物的距离和闪过机器猫等电子障碍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姚超凭借这一环节的完美表现，进入到最后的终极之战。现在进行高架桥前进后道，比赛开始。姚超真是干脆利落。现在进行倒库移位，比赛开始。姚超依然还是一副镇定的样子。倒车移位是通过倒车调整车辆位置，处理特殊情况的一项重要练习，使驾驶员了解倒车操作的运用特点，深入体会转向规律，提高限定地段内倒车通过技巧。每一个起步，每一次刹车，姚超都完成得非常圆满，因为在他心里，这次参加终极英雄的比赛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驾驶技能的考评了。作为一名入伍16年的老兵，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军营。姚超以优异的成绩摘取了终极英雄的桂冠，他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证明了自己无愧于神龙尖兵的光荣。看完了神勇的汽车兵，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叉车霸王花的表现。同样是开车，他们所驾驶的可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车辆，仓库中的叉车。别看这个叉车体积不大，速度不快，可真要驾驶自如，能在仓库中狭窄的通道内穿梭马舵，没点硬功夫还真不行。特别是这次参赛的是全军第一支成建制大学生女兵叉车班，曾经荣获过全国38红旗集体的荣誉称号，而获得冠军的周文更是一名舞动青春挑战自我的优秀士兵。其实在最后的决战之前，他的情绪有所起伏，他跟我说他很紧张，因为他的对手黄欢也非常厉害，但比赛一开始他就很快进入了状态，最终获胜。周文是我们的二号候选人。我叫周文，来自湖北武汉，来部队服兵役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是一项特殊的挑战，也是一种锻炼。在这个特殊的舞台上，我用我的青春与活力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谱写了最精彩的回忆。今天有幸参加《谁是终极英雄》，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都将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这次挑战。预备，开始！第一关的比赛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一号周文、二号赵娜、六号薛倩，三人几乎同时出发前行绕桩。绕桩是叉车操作基本功之一，要求操作手要精准掌握转向时机，速度与精度要求极高。我们看到每名队员面前都竖立着五根钢管，按高低顺序排列，每根钢管下面都有一枚沾着铁环的鸡蛋，队员要操作叉车前端的细钢针对准铁环，将鸡蛋挑起放在相对应的钢管上。要知道钢管口直径是一厘米，鸡蛋上的铁环直径也是一厘米，能挑起就很难，还要准确地放在钢管上，难度可想而知。第一个鸡蛋，六号薛倩率先完成，一号周文紧随其后。从第二个鸡蛋开始，一号周文就超过了六号薛倩，第三个、第四个他依旧领先，未出现失误。一号周文将第五个鸡蛋稳稳地放住，开始倒车绕桩回起点。周文在第一关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进入第二关。开始。接下来上场的是一号周文和六号薛倩。一号周文来自武汉，也是一名党员，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受嘉奖两次。他的参赛宣言是舞动青春，挑战自我。在第一关他以第一名的成绩直接晋级。这关我们看到一号周文从第一层就开始领先，六号薛倩紧追不放。最后还是一号周文率先完成。周文在第二关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晋级。第三关由于场地的限制，经过抽签，周文和五号黄欢同场比拼，而六号薛倩则单独进行。一号周文说，参加本次终极英雄的比赛对他来说是一项特殊的锻炼，也是一个挑战。他希望在这个特殊的舞台上，用自己的青春和活力谱写出最精彩的回忆。第六层本来黄欢已经追上了，但两次都没有放稳。第六层一号周文用时4分07秒，五号黄欢用时4分23秒。搭完第七层，一号周文用时4分50秒，五号黄欢用时5分06秒。现在两人
都在搭最后一层。好像五号黄欢加快了速度，动作幅度有点大，这无疑太冒险了，稍有闪失将前功尽弃。一号周文面对黄欢的步步紧逼，依然沉着冷静，没有丝毫惊慌，两人齐头并进，难分高下。这一关周文的速度快于薛倩，与黄欢一同进入终极之战。本次比赛一号周文表现一直非常突出，只是在第三关在最后几秒钟被五号黄欢反超。这终极对决他能顶住压力吗？这个科目是模拟仓库复杂线路，空间狭小，条件苛刻而设置的，主要考验队员技术技巧快准稳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好，一号周文完成得非常漂亮，没有出现任何失误。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精准穿刺，周文能否保持优势笑到最后？黄欢能否实现惊天大逆转呢？好，一号周文确实有处变不惊的大将风范，稳扎稳打，显得胸有成竹。五号黄欢今天的穿刺好像有些犹豫，不够准确流畅。漂亮，周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刚才的比拼中，我们看到了参赛队员的高超技艺，而下面即将展现的是一支特殊的高空骑兵。说他们特殊，是因为这场比赛是在济南军区某猛虎师炮兵团进行的，而比赛的主要科目却都是在距地十几米的高空完成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这场在半空中进行的精彩比赛。而在本期比赛中夺冠的是我们的三号候选人杨安宁。我是三号选手，我叫杨安宁，当兵是每一个热血男儿都应该肩负的义务和责任。我来到这个我从小梦寐以求的部队，当我穿上这一身绿色军装时，我就非常肯定的知道我能够在多年以后自豪地说，我曾经用多年的青春当过那一身无悔的兵。比赛开始，勇攀高峰的比赛开始了。哎呀，贾安宁太心急了，一脚踏空。要知道这个晃动的轮胎墙高十米，上下轮胎间距1.5米，为了增加难度，要求队员在终点必须摘取钢盔穿戴整齐方可完成此项科目。这就需要两人根据身高体重体能合理安排，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贾安宁身材微胖，本来攀爬轮胎墙不占优势，根据两人分工，杨安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阶梯，先让身材微胖的贾安宁爬上去，然后贾安宁再充分发挥体能的优势，强力拉上杨安宁。好，两人爬到了终点，摘取了钢盔。战友情就是战友情，他们没有各顾各的，而是互相穿戴，这就为他们第一轮的胜利节约了时间。走，比赛开始。此轮比赛首先上场的还是贾安宁、杨安宁，他们先后爬至起点位置。从地面往上看，晃晃荡荡的两根钢丝绳，人在上面过，看起来都令人胆战心惊。平稳一点，脚步移动幅度小一点。好，两人配合很好，都算平稳。不好，小心！不知是风的原因，还是两人步伐调整不到位，两人身体联动钢丝绳剧烈地晃动起来。这个科目两人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能前功尽弃啊！稍作镇定，再试着往前移。哎呀，不好，杨安宁失误。好，再来，胜利在望。
一阵惊魂过后，两人终于到达终点，穿戴装备。比赛开始。第二关比赛开始，杨安宁先选择的是攀峰越险，杨安宁顺着对角线爬上网墙。在第一关的比赛中，杨安宁和贾安宁是同组队友，而到了第二关，两人却变成了对手，谁胜谁晋级。在攀峰越险的拐点位置，顺利地踏上了第一个高空荡木桥。这个科目同样要求不能扶保护绳，要连续通过七个高空荡木桥才能完成任务。从杨安宁和贾安宁选择的科目来看，他俩采用的战术截然不同。杨安宁由最费力的攀峰越险开始，到凌空跨越结束，由难到易；而贾安宁选择不费力的凌空跨越开始，到攀峰越险结束，由易到难。不好，杨安宁失误，再来，还是不行，再来一下，不好，又没踏上，再来，再来，再来。走，贾安宁，你得抓紧啊，那边的杨安宁要过来进行凌空跨越了。杨安宁爬上了断桥，开始了步枪的分解结合。虽然是贾安宁带出来的徒弟，但是从他操作枪械的动作上来看，好像比贾安宁熟练，动作要快。挂枪背带，打上保险，跨枪，起跳，杨安宁完成第二关的比拼，成功晋级终极之战。预备，开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通过燃火的滴装网，越过火圈。完成火仗任务后，杨安宁和王洪亮飞快地到达射击地线，准备射击，瞄准，瞄准，瞄准。好，漂亮！两人的气球先后击中，再次瞄准，稳稳神儿，接着再来，瞄准，激发，连续两枪，杨安宁击中了两只茶杯。对于获得终极英雄的杨安宁来讲，一场比赛的胜负并不重要，牢记强军目标，投身强军实践，圆梦练兵场，才是他军旅生涯的追求。刚才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三位候选人，他们会是您心目中最受欢迎的终极英雄吗？如果您支持哪位候选人或候选队，就把他们的编号以信件的形式邮寄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22号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谁是终极英雄栏目组，邮政编码100120。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接下来的比赛将在某机械化步兵部队展开，参赛队员驾驶的战车在这次紧贴实战的过程中闯关夺隘。好，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这次比赛中获胜的绿队，他们是四号参赛候选队。我叫张培强，是来自二级人民英雄连的特级通缉手。平日里我最喜欢在5公里越野中挑战自我，今天我将带领我的班组向全能冠军发起冲击。第一关，车长专业比拼，现在开始。首先上场的四名车长进行专业理论的考试，内容都是车长组织本级训练的必备知识。先不说这考试的内容有多难，就看这考试的环境恐怕就出人意料。现在四名车长要在装甲车从身上碾压而过的条件下进行抵达，
在这个环节中，检验的已经不单纯是选手们能不能答对内容，更多的是考验他们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心理承受与稳定性。按照顺序，第一组的刘慧峰，第二组的王磊，第三组的张明强和第四组的刘俊南依次仰卧在地，眼看着装甲车排列成纵队，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当最后一辆装甲车卷着烟尘驶过之后，四名选手按照裁判下达的停止口令交出了答卷。第一关，绿队涉险晋级。我叫蒲爱鹏，2004年12月入伍，现任二级人民英联四班驾驶员。入伍以来，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优士兵一次，优士官四次，一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的目标是用过硬的战术和过硬的技术战胜所有对手。第二关，驾驶员比拼，现在开始。轮到三号车胡海鹏上场，看他一上来的车速就挺快，显得挺有把握。接近障碍区后，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眼看着装甲车完成了第一次转向，第二次转向，冲出最后一组限制杆。好，这一连串的操作都显得无懈可击，下面就要看他如何倒车通过了。现在蒲海鹏倒车进入了障碍区，哎呀，还是转向时机没有把握准。蒲海鹏刚刚通过第一个直角弯，就碰到了车体后侧的限制杆，这一下让蒲海鹏有些乱了方寸。在他倒车的过程中又连续撞到了两根杆，这样的成绩一下子就让三号车的晋级希望变得有些渺茫起来。不知道驾驶三号车的绿队在下面的比赛环节能否有出色的表现，实现反超成功晋级。三号车蒲海鹏刚才倒车通过双直角障碍区时撞到了三根杆，现在只能通过射击来扭转败局。你看，从蒲海鹏跳下车占领第一个射击位置开始，似乎就显示出了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卧倒，出枪，瞄准，激发，好，命中。好，又打上了。这个时候胡海鹏不时地调整射击姿势，就是为了能打出一个超过对手的好成绩。眼看着三发三中，打完之后胡海鹏还不忘验枪呢。三号车绿队凭借着第二关后半部分的出色表现淘汰了四号车，与驾驶一号车的蓝队携手进入终极之战。我叫刘桥，2006年入伍，现担任四班高级手。我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充分发挥手中武器才能克敌制战。今天我将平时所学所用用来打败其他对手。第三关的终极之战即将打响，一号车与三号车谁能成为铁甲前锋，就要看他们谁能技高一筹了。第三关，高级手及车主协同比拼，现在开始。比赛一开始，
两个组的成员就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三号车的三名选手分别跑到不同的位置，看起来他们是让连接履带结合高射机枪排除电台故障同步进行。而一号车却是集中力量，首先完成最费劲的连接履带。说起来，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但哪一种更快更有效，那还要看他们的操作水平了。从赛场的目前形势，还看不出哪一个车的进度领先。三号车的射手刘巧组装好了高射机枪，开始想上车安装。三号车指望胡海鹏一个人把履带接上，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射手刘巧赶快跳下车来帮忙，可是牵引的钢丝绳又脱落了，只能再重新安装，进度明显比一号车慢一大截。三号车的成员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呀。你到钢丝三号车的刘巧开始准备高射机枪射击了。这个来自叶挺营的中士班长，名字颇有些像女孩子，可却是全旅响当当的特等射手。在本关比拼暂居落后的情况下，三号车能不能反败为胜，就要看他的决定性的一击了。果然，刘巧不负众望，以15发子弹打出了命中11发的超人战绩。绿队的三名队员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一股唯先试夺、敢争第一的拼搏劲头，现在他们登上了领奖台，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在武警部队的编制序列中，有一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专业部队，他们号称黄金部队。他们不是炼黄金、守黄金，而是千辛万苦地为国家找黄金。他们虽然没有在烽火硝烟中搏杀，却在另一条战线上流血流汗；虽然没在边防线上巡逻，却常年与深山为伍、与星星为伴。他们个个都是技艺高超的金牌钻手。接下来的比赛就在这些金牌钻手中展开，而最终获胜的是黄队。让我们记住他们，他们是五号参赛候选队。我是黄队一号欧杰，四川自贡人，2003年12月入伍，农历三年工一次。我的参赛训仪是：过河苍天有兄弟相助，翻山越岭看黄队称雄。我是黄队二号徐文，2000年3年12月入伍，四川自贡人，农历三年工一次。我的参赛训仪是：不怕流血流汗，黄金英雄看我的。黄队列队准备完毕。收到。各队员准备，开始。根据抽签顺序，黄队和绿队首先出发。山沟里没有固定的制式障碍，黄金九支队的官兵因地制宜，以完成取样的钻井平台就是起点。平时走过的山路就是比赛场地。由于山路狭窄，又有水沟、陡坡、弯道，谁抢占了先机，谁就处于了有利位置，因此黄绿两队从一开始就卯足了劲儿，谁也不肯相让。黄队的两名队员身材差不多，配合也很默契，同年入伍，同时担任副机长，在通过第一段实扎路后，就逐渐冲到了绿队的前面。在连续经过两个陡坡之后，黄绿两队来到了海拔650米的1608钻井平台。黄队领先绿队4秒，率先到达终点。黄队凭借体能的优势顺利进入第二关。
报，华队到达洞穴。开始。接下来，蓝队、黄队分别上场，安装钻头、下钻，都无明显区别。同样是因为判断错误，黄队钻进反复了一次，耽误了一些时间。黄队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最后一关，与蓝队争夺本期终极英雄。连续锻炼几期，黄队就准备开始。首先上场的是黄队的两位选手，此时钻机已经打到地下100米处，需要加装钻杆才能继续钻进。他们迅速将一根长3米的钻杆抬到井口，与孔内的钻杆对接。二号选手开始攀爬钻塔，不断观察新加钻杆的情况。一号选手操作牵引器卡住新加钻杆的上端，辅助人员帮助解除对新加钻杆的限制，新加钻杆与原有钻杆借自重一起下降到预定位置。提引器再次上升，到达主动钻杆上端。二号选手将提引器挂到主动钻杆头上，此时我们看到二号选手虽然穿好了安全带，却没有将安全带与钻塔连接，这样就不能保证他在高空作业的安全。这个缺陷可是要影响成绩的，真是艺高胆大。二号选手徐文采用摩擦法迅速下塔，一号选手通过移车将主动钻杆移至井口钻杆处，二号选手在辅助人员的帮助下将主动钻杆与井口钻杆连接，使新加钻杆获得动力。黄队在前两关的比赛中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下一轮，此关决赛他们志在必得，他们沉着稳定，聚精会神。在钻进几分钟后，黄队发现了异常情况。黄队的两位选手仔细排查，很快发现了问题，离合器松动。他们排除了故障，钻机又开始了轰鸣。黄队二号选手将打捞器投至孔内，辅助人员启动绞车将内管调出孔口。黄队队员协力从内管中取出岩芯，埋藏在粤北山区亿万年的矿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报告，完队完毕。作为金牌钻手，黄队的两名老兵以优异的赛场表现让观众看到了武警黄金部队官兵的素质和风采，他们无愧于终极英雄的称号。观众朋友们，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了参与观众最喜爱的终极英雄评选的几支队伍和个人，那么哪支队伍或哪名队员将是您心目中最喜爱的终极英雄呢？决定权在您的手中，请将您最喜爱的选手或队伍的编号邮寄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22号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谁是终极英雄栏目组，邮政编码100120。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2014年终极英雄比赛的精彩片段，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